大家好，我是小芬，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个呵护女性的法宝，就是讲讲呵护爱恋漫漫莓果酱。蔓越莓呢，其实对于女生的这个私密处保养，它是非常非常好的东西。那相信呢，很多女生呢，都长期坐在办公桌里面工作，或者是像我们常常在户外工作的，常常都有憋尿的问题，那就很容易引起尿道发炎、私密处感染而产生异味等等问题。那蔓越莓呢，它在水果中啊，有这个红宝石之称，里面呢添加了这个丰富的花青素啊，以及维他命 C。那除了添加蔓越莓以外啊，它里面还添加了洛神花萃取以及圣洁莓，都是呢呵护女生私密处的一个非常好的法宝。那里面呢还有两片哦，长这样子，真真好，里面总共有20颗。那我们通常啊在晚上的时候，睡前的时候可以来吃一颗，如果想要加强保养的，可以在早餐前跟睡前都各吃一颗。好的，今天推荐给大家的就是我们的呵护爱恋漫漫莓果酱，现场呢女性的朋友呢要呵护自己，赶快去买咯。